大家好，我是销售大师杨秀仪。今天很高兴为各位会员介绍我们两只艾多美的王牌产品。而这两只王牌的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我们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帮助。首先第一只我会介绍的就是我们公司 No.1 的王牌产品 HemoHem 焕力饮。HemoHem 焕力饮已经连续六年销量名列韩国网络行销产业产品的第一。2019年全球累计的销售额突破了1兆韩元，约8亿美元。HemoHem 焕力饮这个名字来自一个意思的 Hemo 就代表 Hemoglobin， 取自就是血红蛋白的解，又称血红素。血红素的功能是全身的物流系统之一的，负责将氧气从肺部输出去身体不同的组织部分，提供营养，并且制造一些能量给我们身体可以有正常的代谢。而 H 这个字就解 Hemoprocesses， 取自就是造血这个字的意思。造血的功能是维持我们血液的新生和免疫功能的最重要的源头的。而这个 I 字就来自 immune， 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自身的免疫的功能的意思解了。而個 M 最後就是 moderation， 就是解調節功能，就將我哋身體調節到一個正常的水平咁樣嘅。中文頭先上述我哋所講啦，從呢個命名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咧 ，HemoHem 焕力飲同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調節係有關嘅，而且可以讓血液可以新生出一啲血紅蛋白，幫助我哋身體增加呢個活力，可以對抗啲病毒同埋腫瘤嘅細胞嘅。HemoHem 焕力饮对免疫系统有莫大的支援。咁介绍 HemoHem 之前咧，不如我哋讲下呢个免疫系统对我哋身体嘅重要性啦。免疫系统其实嘅意思就系话咧，当人类面对外来嘅入侵者，好似一啲细菌啊或者病毒咁样啦，佢就会形成一个防御嘅系统。咁系统入边都有好多好特殊嘅细胞啊、组织或者小分子参与嘅。我哋嘅免疫系统主要有三大功能嘅。第一个功能就是抵抗外来的疾病感染，第二个功能就是形成抗体，等我们的身体面对下一次相同的感染源的时候就可以迅速启动这个防御的系统，而第三就可以抑制这个肿瘤细胞的生长的。而我们的人体免疫系统就是分工非常之仔细的，大家一般都常听到的就是自然杀手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s， T 细胞啊、B 細胞等等嘅。咁今日想特別講下呢一個自然殺手細胞，即係 NK 細胞。佢係負責咧非專一性嘅防禦，可以通殺一啲腫瘤嘅細胞啦，同埋一啲被細菌啦或者病毒感染嘅細胞。佢就好似一個偵察機咁樣，佢會睇下細胞上面有冇一個叫做 MHC 嘅信號。假如咧呢個細胞上面係冇呢一個信號嘅話咧，佢就好似一個偵察機、轟炸機咁樣咧，就會將呢啲有問題嘅細胞咧就係消滅咗佢哋。咁我哋身體咧就唔會咁容易有病啦。所以咧鞏固呢一個 NK 細胞咧嘅強壯咧係必須要做嘅。頭先講咗咁多啦，咁所以嚟緊好多唔同嘅病疾病啦，我哋又唔知道佢係將會係點樣嘅時候咧，我哋提升我哋嘅自身免疫力咧係一個好大嘅重點嚟嘅。不如我就講下 HemoHem 焕力飲本身呢個產品嘅研發背景啦。咁原來呢個產品咧，起初咧其實係希望咧令到呢個韓國原子力研究院入面一啲嘅科技研究員啦，咁因為佢哋係長時間暴露喺一啲嘅放射物質下面啦，咁令到佢哋本身嘅免疫力咧下降，而衍生咗好多健康嘅問題。經韓國政府所屬嘅韓國原子力研究院食品工程組咧，佢哋用咗8年時間，同埋用咗50亿韩元啦，大概係450万美元嘅預算啦，佢哋終於咧開發咗一隻100% 天然，以韓國出產的當歸、川芎、白術等數十種中藥為主要的原料，他們採用最尖端的一些新鮮草藥萃取的技術，去除了中藥裡面的所有的毒性，並且用了一些納米化的技術重新組合了一個 HemoHem 一個新的物質。而 HemoHem 焕力飲都獲得韓國 KFDA 通過作為一個免疫系統功能輔助的首選營養補充品。不
如講多少少謙無謙換力飲嘅成分啦。咁佢係 100% 天然營養補充品嚟嘅，主要嘅成分咧係當歸嘅萃取物啦、川芎嘅萃取物、白灼嘅萃取物，同埋咧就好多中藥嘅萃取嘅喎。運用新藥萃取咧，同埋納米合成技術咧，去除咗原來中藥可能對身體產生嘅不良反應。咁而其他嘅副成分咧，就係包括維他命 C 啦，多種維他命 B 群，以及咧天然嘅海藻鈣，對於我哋嘅體力嘅恢復啦，同埋生理機能調理咧，都非常之有幫助噶。咁今日順帶咧，都可以同大家會員講下咧，好多人誤解咗咧，換力飲咧係一啲中藥嚟。咁其實唔係噶喎，因為咧經過我哋韓國原子力研究院咧生物科技一啲嘅技術咧，其實咧係用一啲新嘅方法咧，將入面嘅成分咧係重新咧去formula過去嘅。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新物質嚟嘅，就唔係中藥嚟噶喎。咁又唔似我哋將啲中藥煲埋一齊嘅道理係完全唔同噶。咁所以咧對好多身體上面嘅支援咧都有一個幫助。謙無謙換力飲咧，其實已經做咗好多動物同埋人體嘅一啲嘅測試啦、實驗。咁通過口服謙無謙換力飲一段時間之後咧，免疫系統、淋巴球同埋 NK 細胞嘅活性咧都有明顯嘅增強。同埋透過呢個調節造血嘅功能同埋免疫功能強化嘅研究入邊咧，去到2021年咧，謙無謙換力飲咧已經有18篇重要嘅論文咧被收錄喺呢個美國醫學圖書館。美國醫學圖書館咧係一個官方嘅網站，俾好多醫學生咧去睇到一啲唔同嘅一啲嘅研究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上翻官網咧去睇到我哋呢18篇嘅論文。謙無謙換力飲咧，除咗頭先咧我哋好多18篇嘅論文啦，喺醫學圖書館上面刊登咗之外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安全同埋專利嘅，包括4個喺韓國嘅專利，3個喺海外嘅專利。呢一啲專利都係關於咧謙無謙喺對免疫力系統上面嘅幫助嘅。謙無謙換力飲作為韓國 KFDA 認證為輔助免疫力嘅首選營養品，而係我哋艾多美嘅王牌產品。一隻咁有力嘅產品，6年嘅銷售都係名列韓國網絡行銷產業產品嘅 No.1。價錢咧，佢係非常之大眾化，因為我哋公司秉承 absolute quality, absolute price, 絕對品質、絕對價格，一隻咁好、咁權威嘅產品，價錢係佢係平民都能夠負擔得起㗎。剛才介紹完我哋謙無謙換力飲呢隻王牌產品之後咧，跟住我哋介紹第二隻我哋公司王牌嘅產品艾多美益生菌。我曾經咧對益生菌呢個產品咧都好有研究嘅，因為我個仔咧曾經長期咧有一個濕疹嘅問題，後屘發現咧治療佢嘅方法咧唔係爬查啲咩藥膏，反而咧係集中處理佢腸道嘅問題，而益生菌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好好嘅產品，可以幫助到佢腸道嘅健康。可能你會問我點解腸道健康係咁重要呢？咁原來咧，腸道咧係我哋人體嘅第二大腦。我哋人體神經細胞最多嘅地方、最複雜咧，除咗大腦之外咧，第二個地方就係個腸道啦。基於佢哋神經係最多咯，咁而大腦同埋腸道咧係互相能夠咧傳遞信息嘅。而腸道嘅調控咧，可以控制住我哋嘅內分泌啦、情緒啦、免疫力系統功能，係非常之重要嘅。腸道嘅細菌咧，係可以幫助消化食物、產生維生素、打擊外圍嘅入侵者，就係好似一啲細菌或者病毒咁樣。喺人體嘅腸道入面咧，有好多嘅益菌同埋壞菌，係大家佢哋共存嘅喎。當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咧，益菌係會多過壞菌嘅。但隨住我哋年紀嘅一個遞增啦，飲食嘅習慣，例如話我哋食多咗快餐啊、加工食物啦、啊、一啲高糖分嘅食物，或者生活上面嘅壓力啦。睡眠又唔夠啦，或者甚至有時我哋長期濫用抗生素，都會令到我哋腸道嘅益菌咧越嚟越少嘅。如果你個腸道咧長時間壞菌都係比較多嘅話咧，就會產生好多毒素出嚟噶啦，就會影響到你嘅免疫系統，會有炎症啦，甚至咧可能會有患癌嘅機會。所以咧，我哋必須要咧保持我哋嘅腸道健康，要增加多啲益菌。點解人體咧需要益生菌呢？咁益生菌咧係一啲好嘅活性菌啦，同埋一啲酵母咧生存喺你嘅腸道入邊嘅。
而市面上一般常见的益生菌咧，系乳酸杆菌啦，同埋双歧杆菌。呢两只菌咧，系可以咧改善我哋肠道嘅健康，提升免疫力，减少一啲肠道嘅炎症，减少胃气胀、便秘啊、吐泻啊，甚至可以改善皮肤等等呢啲问题嘅。我哋补充益生菌咧，就可以咧维持我哋肠道益菌嘅数量，增加有益嘅细菌咧喺我哋肠道入边啦。益生菌咧可以有更加针对性。提供多種益生菌咧嘅種類，增加我哋人體消化腸道嘅益菌，減少壞菌嘅滋生，促進咧呢個消化腸道嘅蠕動，使我哋嘅排便更加暢順。益生菌更加可以幫助我哋腸道黏膜嘅健康。腸道黏膜就好似一個屏障咁樣，能夠阻擋外面嘅細菌入侵，仲可以益生菌幫助修補呢個黏膜，亦可以幫助腸道減低炎症啦，同埋製造抗炎細胞因子。另外，益生菌都可以阻止有害的细菌在肠道内繁殖嘅。我哋艾多美益生菌有咩特点呢？首先，我哋艾多美益生菌拥有13个菌种，好似图上面咁显示啦。咁其实出面咧有4-5种益生菌都算是一个好好嘅益生菌嚟噶啦。但我哋有成13种，品种更加多，更加好。好多人都會關心益生菌的含菌量，咁我哋艾多美嘅益生菌含量咧係30亿。咁留意翻，韓國人咧計算益生菌嘅數量咧係計算咧保存日期最後嗰一日嘅，但外國好多嘅益生菌咧都係計出產嗰一日嘅。咁而艾多美益生菌製造嘅時候咧係有成200亿嘅活性益生菌嘅，到保存日最後一日咧，我哋至少咧都有30亿嘅活性益生菌存在喺度噶。益生元咧係益生菌嘅食物。艾多美益生菌入面有好多种益生元是提供给益生菌去进食的，就可以令到这个益生菌成为一个强壮的军队。而艾多美的益生菌都会有一个专利技术经过特别处理的，虽然是粉状，但外面是有一层膜，可以经过我们的胃酸直达我们的肠道发挥作用的。艾多美益生菌另一个特点就是独立包装，可以避免空气环境的影响，就唔似坊間一般嘅益生菌咁，開咗蓋就會影響佢嘅效能啦。獨立包裝咧，又可以隨身攜帶啦，又唔使擺喺雪櫃，好方便，隨時隨地都可以能夠食用。不如等我教下大家點樣食用呢個艾多美嘅益生菌啦。咁我哋咧可以咧餐前半小時之前食嘅，咁因為咁做嘅話咧，就可以腸道咧就補換咧一啲益生菌喺度噶啦。咁我哋好簡單，只需要搣開頂頭呢一個位置。將呢一支益生菌直接倒落個口度，咁咧記得咧食完之後咧飲一杯水，因為咧加埋個水咧可以更加直接、更加快咧將益生菌咧帶到我哋嘅腸道發揮嗰個作用嘅。啊，同埋咧都想講一個小秘密俾大家聽，係我自己嘅經驗嚟嘅。原來咧我哋艾多美嘅益生菌咧活性係非常之高噶，原來係可以愛嚟做埋乳酪噶。咁咧加入牛奶入邊啦，放喺個乳酪機度。第二日咧就食得噶啦，一條就可以噶啦。今日好開心咧，同大家分享咗兩隻艾多美王牌嘅產品，希望我嘅分享咧能夠幫助到大家更加了解到艾多美產品嘅特點。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啦，再見。